第一次看到我是很感动的，想说哎、欸、哇，汤宝宝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比较迟缓，然后反应不好，结果他竟然能够吹出那么优美的曲子，我就被他吸引住了。有陪伴的话，你才知道说我们的小孩是多么的难教。拍子他也不知道，然后吹也吹不起来。我又会很急说，我已经教你几百遍了，怎么你都还不会？那为什么昨天会，你今天又不会？都要这边多一拍咯。虽然他很有挫折，但是他显现出来那种态度是不放弃。今年四月底，云林县政府主办的街头艺人证照考试，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表演者前来报考。除了才艺表演者，现场也有许多创意工艺，大家使出浑身解数，吸引评审的目光。今年24岁，已经拥有13张证照的唐宝宝周以嘉，也报名了这项街头艺人的考试。上的街头艺人证照，我觉得自查我不会紧张，然后我很喜欢表演，很乐观。每次都说哎我不紧张不紧张，其实刚刚很多人群靠来的时候，其实他是紧张的，那个是我做妈妈的才看得出来。面临考试哦，包括他都会紧张。取得所有街头艺人证照而征战全台湾，周以嘉可说身经百战，但他还是会抽空观摩其他艺人的表演，借此丰富自己的表演内涵。因为可以吸取他们比较好的那个表现的方法，还是说，哎，知道说他们表演出来的那个音，他们要表现的是哪一个部分，然后我们可以学习。比如说舞步啦，好也有，还有就是说，哎，人家面对那个评审的时候，哎，也是很大方，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吸收的经验，这样子。来了，你进来，用唱的哦。咪咪嗦咪咪咪对哆。每周一晚上，以嘉来到林启通老师家学陶笛，班上的同学清一色都是唐氏症患者。
九年前，林老师开始在台中唐氏症协会担任志工，专门指导唐宝宝吹奏陶笛，因此成为宜家的启蒙老师。下面吹一条，对，这样起拍。拉把拍，咪把拍。从第一节课教下去的时候，我有点感觉怪怪啊，因为那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回来马上。哎，他查电脑说唐氏症是什么？他们的手指啊，所有的反应啊，他所有的智能啊，他们讲话我绝对都听不懂的。这当中最起码拢有小学五年级以上的。那这款囡仔随便那个加吼，加两节课啊，应该就足厉害啊，哆来咪都会要会了。啊，不过啊吼，教下去的时候，怎讲？他们我讲话他们听得懂，他们讲话我听不懂。啊，都用猜的啊！除了智能和沟通上的障碍，唐宝宝先天手指缺陷，也让他们学习陶笛倍感艰辛。从打节拍、熟悉音阶，到吹奏一首完整乐曲，对这些唐宝宝来说都是挑战，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坚持。真的好。真的还好，咱这些手指有两，一二三，他们只有一二而已啊。一二会产生什么？你的手指也伤短，伤短伊头底的时阵伊无啥会着。还有他们的手就不灵活，标准是直直的，可是他们就会这样子，这样拉按拉的去安尼，按拉的去就没有受力了啊。那个要，那只要要再克服了。哆哆哆哆西啦。拉哆发发哦三发发咪咪咪咪瑞咪，伊无看我无钱，耐心等我，是我是我只管任性。咱来慢慢，不要要求太多了，用让他完成80%好了，一首歌。哦，叫我要教，可能要教。从唱啦到唱谱到开始吹，慢慢带的话，应该要2-3个礼拜。啊，做一些回去在练习的时候，可能要一首歌吹到80%，可能要2个月吧。我一直跟他妈妈讲，我们都不用100分啦，我们就90分就好了。啊，90分里面除以3，就是我30，你30，啊，做一下30，那我们就90%了，我们应该够了。咪咪嗦咪咪瑞哆，啦啦啦咪瑞咪。宜家的生活除了街头表演和上课之外，其余时间几乎都在音乐练习。不厌其烦，天天陪伴练习的妈妈，是宜家成功背后最重要的推手。而陪伴特殊孩子的过程，更让妈妈尝尽了艰辛。有陪伴的话，你才知道说我们的小孩是多么的难教。拍子他也不知道，然后吹也吹不起来。我又会很急说，我已经教你几百遍了，怎么你都还不会？那为什么昨天会，你今天又不会？在那个当下哦，他也会很生气，他说我头脑怎么那么笨？那个阶段差不多几乎。半年哦，那个半年是非常的、非常的苦，也非常的挣扎，包括他都非常的。虽然他很有挫折，但是他显现出来那种态度是不放弃。再来，我就要播放音乐，我们来吹陶笛吹看看。好，开始哦。瑞哆哆。一直修正自己的教他的那个方式跟态度，跟不要那么急，慢慢的肯定他的那个学习，好，然后让他有成就，好，用这样的来弥补他挫折的部分。除了培养宜家成为街头艺人，让他有谋生能力之外，妈妈也训练宜家做家事，学习生活自理能力。举凡清洁浴室、打扫厨房等等，样样都难不倒他。
妈妈费尽苦心，就是希望以家能独立自主，不依靠他人生活。在他差不多四五岁的时候，我把他带到十方启能中心，他那边就是说，对于特殊生，他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训练，包括就是说最重视的就是生活自理的部分，生活自理的能力把他训练越好，以后越不会仰赖别人那么重，比如洗好澡，哦，他就开始清洁，洗洗洗，冲冲冲，然后还会把干的抹布，大的抹布拿来再擦拭一遍，哦，就觉得非常的整齐，非常的干净。我们今天就要煮这个菜喽，这个菜是什么菜你知道吗？红菜。对，这个吼有铁质哦，可以补血。这个叶子这边太老了，不要。啊、这边，这来，这样拔起来。嗯。对，这样很棒。那一个一个来。学习挑菜料理是以家目前在生活自理能力上更高程度的学习。他希望有一天也能煮出一桌好菜来慰劳妈妈的辛劳。这个营养很丰富，所以我们也是要吃，不能挑食啊。等一下我们挑好的时候菜给你洗。好。被判定为中度智能障碍的乙嘉，在学校接受生活自理的训练后，每天回到家，妈妈还会陪着他反复练习。在数百次的错误和情绪反弹中，乙嘉慢慢学会做每一件家事。蒜头还是炒姜丝？要炒那个蒜头比较好哦。像一般的洗菜这样，一样的意思，一样的方法。对，啊，拨开均匀这样子。拨开均匀。对，这样啊，绕一下啦。哦，你觉得洗这个红菜有没有困难？没有困难。没有哈。没有。那以后就会了。会了，我要跟雪师傅一样厉害啊。雪师傅啊。嗯。对哈，我忘记了。哎呦。你说以后怎么样？要做。要做妈妈的人。对啊，还要煮菜给我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要把它洗干净，知道怎么洗的哈。我知道了。谢谢你的教导。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之后，其实只怕你不给他训练的机会，让他这样的操作对一个唐氏症宝宝来讲算是非常简单的工作。而在训练当中还有训练他勤劳，一个这关系一个没冰冻，所以我就是往这一个方向来走。这样就是要继续了。好，放一件吧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因为给他机会去做，给他机会练习，再来就是能力，他就完全吸收之后，反而是妈妈轻松的一部分，再来就是他能力又提升了一部分。你要在车上好好的睡一觉。Okay. 我们开到那边，你睡到那边刚刚好。OK。乙嘉一周的街头表演有三天，忙碌的赶场生活让他只能把握搭车时的空档，稍微休息片刻。因为我们的时间排的算是蛮紧凑的，就是说星期一学陶笛，星期二学电子琴，星期三、星期四没有表演的时候是在家里。练习，我们两个就一直在上课，还有学习，还有练习，还有表演这样的生活日子。你家我们呢一起把他那个木棍架上来喽，然后这边我来架，按你呢去把那个摆放起来。对，这一组让你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下面呢？
里面的文字都是你设计的吗？对对，然后我再到广告公司那边，请他帮我制作这个看板。这些字哈，就是很重点，就是马上知道说，哦，我们是一个特殊小孩，然后他经过的困难，还有学习的过程，然后最重要就是勇敢、乐观面对，永不放弃，这是要鼓励大家，然后让他们有吸引到，然后再看他所呈现出来的表演。学习是比一般的所谓的正常的小孩子需要更付出不少的几 N 倍的那种努力，才有今天的那种成效。那我曾经带我们家的孙子，就是小朋友，去给他去看那个表演，那他们也都觉得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榜样，都要像姐姐这样子，然后要去努力的学习。我是觉得说我是受了老师很多的鼓励，包括老师的建议考证照啊。证照考完了之后，老师又鼓励我们出来表演，所以这一年来我的收获是非常的多。那个收获不是在于打赏的多少，而是在于那个跟客人的互动，又有让我小孩子真正有那种哦很有力的鼓励打气这样子。我曾经听周瑜家他妈说，以前他生下的时候哭半年，哦啊不知道又怎么了哈、哦，可是啊他也不会想说今天他我的周瑜家。他的心肝宝贝你哦，会赚钱，会鼓励周遭的人。每周固定在南投服务区表演的乙家，也会把握机会将收入捐给社福机构，借此报答一路上帮助他的各方人士。你这样会不会累啊？你还好啦，还好是很累还是不累？不累，不累啊、喔，辛苦了。嗯，不辛苦，你比较辛苦。每天带我去表演那么辛苦。不会。那，你开车的昨天住，你的开车昨天住，非常棒哦、喔。真的哦、喔，谢谢夸奖。他表演的时候是乐在其中，又这么的开心，然后。我是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这样的展现，值得说，我认真陪他去上课，然后我们回来认真练习，然后再来就是全心全意的陪他来表演。所以我觉得说，现在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都是在非常充实跟快乐的这样的日子里面。主任，哎，在家。想你啊！哦，你回来了，对啊，我回来了。好，来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坐，哎，我们坐。哇，你很久回来了，很久没有回来了哦。我们常常都觉得说，好感恩十方，给我们这些特殊孩子哈这样一个环境，然后这样一个成长。谢谢。你还有什么觉得你要感谢主任的话呢？我要谢谢主任一起好照顾我们了哎。对啊，现在变得很会讲话呢，讲话咬字很清楚哈。嗯，要慢慢讲，慢慢讲比较会清楚。要找很多的同学跟老师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找他们做什么呢？我要聊天听，吹陶笛。好，吹给大家听了，和大家怎么样？十方启能中心是一所结合早期疗愈和教育的特殊机构。乙家五岁时就来到这里，长达11年的时间，学会了各项生活自理能力。今天乙家跟着妈妈回到母校，除了感谢师长的教导，也要分享他成为街头艺人的喜悦。我回来了，我是街头艺人的
小亚姐的话，张学啊，我们大家欢迎他来表演，好不好？最大的改变是他信心，他很快乐，很阳光。好，我想一般人要学到阳光很不容易。虽然这些孩子身心障碍的孩子不会讲，可是可以感染到他快乐。但我那份快乐跟那份的自制心，带给学生是一种很正面的影响力。其实今天回来的时光也是一种感恩的心。如果没有执行长融合团队，我也许今天宜家的展现就没有这样子。我要感谢老师、还有主任跟主席长，小时候照顾我，谢谢你们啦！我想妈妈的努力跟宜家的努力是可以看得到的。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大家携手来帮助这个孩子的话，我想宜家的成长不会那么的顺利。虽然花了很多心血跟时间啊、体力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一趟路，我觉得没有白白的走，因为毕竟他们走出他们一片天。啦啦啦啦嗦啦瑞瑞瑞瑞哆瑞瑞瑞瑞瑞哆瑞咪，啦啦嗦嗦嗦咪哆瑞瑞瑞瑞哆瑞咪啦。除了陶笛表演外，热爱音乐的宜家更将兴趣拓展至电子琴，未来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专业表演者，将欢乐散播给更多人，是他努力的目标，也是促使他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在我教的这全部十个糖宝宝里面，他的学习效率或能力算是前段的，一个月他可以学会一首歌，啊，那他一年的话他可以学会十几首歌，那所以我觉得，再过一年你来看他的话，应该就非常的不同了，应该就会是一个蛮专业的表演者，我这样认为。咪嗦啦嗦咪嗦啦哆哆哆哆啦嗦嗦，吹不到简单。会的就很简单了，对，不会的比较难。那个有几条困难没关系，然后继续练。我希望我要弹最好的歌。因为我们在街头艺人的那个才艺项目方面是，它是有分开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等我，他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带他去考证照之后，觉得说有第三样的必要的时候，还是说有那个第三样的他觉得兴趣的。那我还是会再考虑，让他有更多元的呈现。